近日，王俊凯L8月刊空气蓝尾头造型曝光，不少网友表示这个造型也太好看了。王俊凯本身颜值就很高，再加上这几年也在娱乐圈闯荡，如今的他给人感觉非常成熟稳重。而近日曝光的新造型，更让我们明白曾经那个小男孩已经长大了。新造型中黑色的贝雷帽搭配空气蓝尾头，将王俊凯整个人衬托的帅气十足，也让我们猛然发觉小凯脸上的稚气已经退散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张成熟帅气的男生脸庞。除了帅气的着装之外，王俊凯身上的小配饰也是非常精致的，尤其是那对珍珠耳环非常抢镜。之前对于王俊凯的印象一直都是小小少年的模样，可如今打了耳洞并戴上耳环的王俊凯，莫名有几分青少年叛逆期的感觉，这种形象不是很符合女生的审美吗？有种帅气坏男生的感觉。你在看到王俊凯的新造型之后，有没有被帅到呢？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